小孩不要只会生不会教啦，淑芬呐，你小孩子要顾啦。每次哦，跟他讲没两句话就要哭啊，然后说话也不看人啊，也不叫人。我看到了淑芬哦，他已经花很多时间在小孩身上哦，还是要像便利商店一样，24小时都把小孩绑在身边，这样都不会出事。我一直有在想，也许哦，我们可以送阿珍去市区的早疗机构，这样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陪伴他。哎，这件事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？阿森我可以自己教，而且我们用情绪图卡之后他真的有进步啊。我说阿森有进步，可是你请他普罗来，说不定他进步更快耶。现在你的意思是觉得我教的不好还是怎么样？不是，我真是怕你太累了啦。我真的可以，没有什么辛不辛苦，阿森就是我的责任。淑芬呐，你小孩子要顾啦，我们大家也忙着布置奇鱼庙，他跑去乱呢。而且他一直吵着要什么蝴蝶的，对不起啦。哎，他上次还跑去文具店偷东西耶。没啦，阿森就喜欢那些蝴蝶啊，所以他有时候会到我店里面拿一些啊。什么拿？那就是偷。没有啦，淑芬后来都是有付钱的啦。被抓到才付钱就是偷啊。他小时候偷小东西，他抓了被他弄啊。每次哦，跟他讲没两句话就要哭啊，然后说话也不看人啊，也不叫人，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个小孩这样子。小孩不要只会生不会教啦，你这样搞得我们邻居很困扰哎。啊，如果你有需要吼，你就在聊什么？不是啊，就。关心他啊，会不会太严格了？不是，淑芬要顾果园，要顾拳馆啊，他还要巡山哦，还有家庭跟小孩哦。我是不知道你们啦，我看到了淑芬哦，他已经花很多时间在小孩身上哦，他已经做到不能再做了呢，还是要像便利商店一样，24小时都把小孩绑在身边，这样都不会出事？不是这样的，哦，不是 ，OK OK， 啊，你们这么会生，这么会养。好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，你们家芝芝哦，他每次来我们家杂货店都偷巧克力。是啊，怎么可能啊，没付钱他弄错了啦，我们家芝芝很乖哎，很乖哎，他还带他们家那只把整箱印尼泡面都搬走哎。印尼泡面，嗯，哦，我跟你说那个真的好好吃哎。不是啊，你干嘛随便诬赖人啊？我诬赖？好啊，要不然我现在打给我们家江立凡，叫他把监视器拿来给大家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怎么可能啊？阿姐，冲不冲到五爷家？阿森，你跑去哪里？爸爸找你找很久哎。我先带他进去。好，走吧。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来报名啊，先。哦，他们带你家阿森回来关心啦。哦，谢谢。顾一下小孩啦。